己真係包唔住火啊！一步錯，步步錯，我而家應該點做啊？金城安係個得寸進尺嘅人，佢而家知道呢一件事，佢一定會要挟我。沽名釣譽嘅譚道德。你究竟想点啊？你知噶，送你个女俾我咯。Oh, no, 我要晒你所有最心爱嘅嘢啊！你连容儿你都要买，佢系你外母嚟噶。我中意啊！如果你唔应承我，我就走出去同所有人讲，你嘅所有字都系我写嘅，到时成个教育界都会知道，你谭道德。是个欺世盗名的狗贼，冇咁易嘅。而家出面所有的人都相信那些字是我写的，有人会信你咩？谭世伯，而家呢个咩年代啊？我求其咁依拿部手机出嚟开个 live， 直播住自己写字，我要几多写几多啊？你呢？你一张都写唔到出嚟，到时睇下啲人信边个咯，啊？啊，金城安，喺练字之前咧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呢块铁片咧就松咗嘅，我想上翻实口螺丝，咁你帮我揿实佢，唔好喐啊。OK， 揿实唔好喐啊，交俾我啊，细伯。只要我而家狠狠地咁拍埋道门，佢只手就会从此报废。以后佢再冇办法可以证明啲字系佢写噶啦！起来！喂，我头先睇到啊，西伯有曱甴，做咩扮门嘅你？你想夹曱甴？夹到？可惜夹唔中你只手就真，不过唔紧要，我仲有 Plan B。金城安啊，我想喺呢度咧就挂个钟，你帮我揸住口钉，等我答。你想我摆边度好咧？边左啊右啊，定还是中间好咧？就呢度得啦。OK。小白，其实咧我可以帮你揼埋添。唔使啦，你揸住口钉，唔好喐吓。冇问题。小白，我又见到啦，又系嗰只曱甴。岂有此理啊！不如叫阿伯母咧买支杀虫水上嚟啦，因为其实我都惊。呢个打靶仔，原来佢根本就知道我想点。小白。犀利个头，金城安，你唔使再做戏啦。反正你都去澳门睇过个展览，你一定有嘢同我讲嘅。讲，讲啊！对唔住，细伯，我唔系有心呃你嘅，但系估唔到你咁敏感，咁都估到发生咩事。入正题，对唔住，细伯，但你明噶，你都知道澳门有几多好嘢玩噶。如果我走咗去睇展览，咁咪少咗时间玩咯。但系你啲墨宝我香港已经睇过晒噶啦嘛，所以我咪选择咗同邦尼用多啲时间去玩，就冇去到睇展览啦。你冇睇到？大玉英话你喺书法面前企足一个时辰。其实嗰个咧系我叫邦尼讲嘅大话嚟噶，咁因为我惊话我冇去到捧你场，你会嬲啊嘛。